狗狗是人类身边最忠诚的伙伴，主人遇到危险，他们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。和宝宝出门玩耍被大鹅拦路，狗狗第一个不服气，冲到小主人面前，就要去给大鹅点教训尝尝。小宝宝拦都拦不住，在路上遇到黑熊，狗狗还主动去吸引它的注意，把黑熊引开，从而帮助主人脱困。而在这边，小宝宝在公园内玩耍时，遭到陌生人接近，看到不怀好意的男人，狗狗迅速地跑到宝宝身边，将坏人撞开。小宝宝见到情况不对，也赶紧去找家长。镜头记录下来的一幕让人感动，狗狗也太聪明了，甚至在宝宝出门玩耍被海浪拍倒时，狗狗也会第一个跑到宝宝身边，咬住他的衣服，把他叼到岸边，生怕宝宝不小心呛水或是被海浪卷下。这样的画面让人备受感动，狗狗就是这样贴心的存在。在家庭当中，它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，在人们遇到危险时，他们也会不计后果的挺身而出。这不，家里的小女孩落入泳池，不慎溺水，危急时刻，狗狗立刻跳到水里将她救起，事后还贴心地舔舐着小女孩，似乎也是在安慰她呢。